主料：粉皮五十克，鸡蛋两个。辅料：油、黄豆酱、蒜瓣、醋。准备时间：十到二十分钟。制作时间：十到二十分钟。粉皮煮熟，鸡蛋打散，蒜瓣切片，做锅，放油煎熟鸡蛋，盛出备用。做锅，放油，爆香蒜片，倒入粉皮，翻匀，放黄豆酱，炒至入味，放鸡蛋，放醋，翻匀即可。出锅了，烹饪技巧：黄豆酱有点咸，就不用放盐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